尖沙咀的早晨。气温啥也呢度有一條捷徑，唔使曬太陽。縱使踏入九月，這個太陽都係好曬。車幾靚，呢個係半島酒店。隔離對面呢個就係九龍酒店。咁啊，酒店影響生意都幾大。又松江百貨店，喜來登酒店。咁啊，欄杆就冇曬啦，過馬路就方便咗好多啦。
咁而家呢个马路呢个位咧，一个月前咗咧，就有人喺度唱美国国歌。咁啊，呢段片都点击率都好高噶，就系呢条马路。对面咧就是一个新起好的商场，咁啊，我唔知道上面是酒店定系楼定系住宅啦，应该只系酒店，就叫 K11嘅。啊，呢栋系一栋非常之豪华嘅豪宅，路上有啲标语。好啊，咁我今日分享住咁多先，啊，多谢大家。